他们得到了教主，下一步就是开启天空之眼，一定要毁了。 没问题，这单我接了。一个是天珠城的王子，一个是正义的卫士。你到底是谁？记住，我叫道圣。没有我道圣搞不定的事。咱们先 start， 咱们只是暂时达成共识。 我们要解除这邪念了！没人能够抵挡教主的力量。今晚要让神族的劫难变成他们的末日。教主必须要毁掉。来自他们，我叫神灵。我有个计划。完美计划。敢这样对我？ 那是需要莫大的。很高兴，我们三个能并肩作战。